继续要带大家来看一个充满活力和快乐的社区——宝兴社区。一年来，将中端的空处、建立新社区环境、教育以及活动的场所，绿化了社区的环境，也开垦出一大片的微笑菜园。不但让这群志工妈妈生活更加趣味，而且每天都充满活力和欢乐。来到宝兴社区，一群快乐志工妈妈活力十足，用快乐心情出来的化加油。咱笑眯眯的宝兴社区里长讲，宝兴就是宝生。大家呢，立美化了吼，搁来写一个宝生啦吼，保证会生就对啦。讲起这个所在，一当前是一个阿杂垃圾的破厝啊。在嘉义市环保局辅导之下，结合社区力量，打造成为社区环境教育活动场所。本来就是一个住所啦，我甲伊整理理的吼，全甲伊放咱的资源回收站吼。然后这边面吼，这边面就是咱的厨余堆肥咧做酵素的。微笑菜园近期冰心社区宝宝妈妈的最爱，完全不用农药来种植，所以一定爱来抓菜虫。一方面看菜成长，一方面又搁趁着运动。这拢足脏乱的，我着甲伊讲吼，叫伊互阮来甲伊立美化。吼，我阮这社区的妈妈吼，出来安尼帮忙，互因袂使坐倒内底动工。嘿，逐工拢爱出来整理环境，整理好清气，吼，伊做起来吼，伊较有一个成就感。看到刚刚很多脏乱点都已经变成一个绿美化的一个地点哦，还提供一个休闲的一个场合。后来那志工还有里面参与的部分哦，他们也从中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个乐趣哦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双赢的政策啦哈。嘉义市环保局呼吁大家会当注意自由抗地的管理，唔通让抗地荒废成为脏乱点。嘛，希望这个社区改造经验以及成果会当分享到嘉义市其他的社区。新闻蔡明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